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可能就是早上没吃好啊，有点反酸。这次病来如山倒，我嫂子以前身体多好啊，周围是大病，之前都没发现。刚开始就是普通的反胃、头晕。哎，很舒服，就是突然间有点晕。我做饭不好吃，这些原因。我请你们。没有。哎，因为太病了，我不能陪你到老。我妈妈是被癌死的，我妈妈万一也是。哎呦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医生怎么说？我挺得住。医生说，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，要不然胎儿该营养不良了。那你当胎儿病了？